珊珊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青菜豆腐，行不行？行吧。我做肉，你吃不吃？我不爱吃猪肉啊。牛肉。我要吃鱼虾。你俩还是坐吧，坐吧。这个切的长不长啊？不长，可以。豆腐做好了呀，看起来挺好吃的。哇，哎呦，好呛啊！那鱼没有干嘛？老没有，呛了。还是豆腐好吃。这个才好吃。